我切磋一番吧，胜了我再跟我师父比试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，如果输了就请二位永远不要踏足鸡足山一步。哎，师父信我吧。哎，还啰嗦什么，来吧，瞧你那样子比划不出什么怪动作来。嗯，问得好，这叫一元相，意思是你的心怎么样啊。哼，答得不错啊，如大海。一身呢，手五戒，这小子不能轻视，看样子他已经深得佛法要领。三戒，欲戒、色戒、无色戒，这三戒这小子可未必知道。在我眼皮底下，厉害，如此简单的诠释了佛法深意，厉害厉害。走走。哼哼，孟良，嗯，是谁教你的？刚才这一来一去都暗藏着禅机妙语，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师父，刚才那和尚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以前卖过烧饼。哦，他先用手比划说说，你这个烧饼就这么小吧，嘿，岂有此理。于是我就用手画了个大圈圈回答说这么大。他又问你这烧饼一个多少钱，我说5文钱。哦，然后他又讨价还价说3文钱卖不卖。啊，嘿，我呀然后就出了个鬼脸加以拒绝。哦，他好像没钱的样子就走了。哦，